哎呀，追双打，这么凶？不是，调酒守墓这边的话，一个飞轮，两个飞轮，估计三飞轮吧。祭司这边不知道。S 一小丑在已知你要打小丑的情况下，其实即便是 S 一小丑也会比较难打，因为小丑这个角色他比较好针对。所以这一局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觉得上来小丑追一个守墓人吧，真的追其他人，这些人都是妖魔鬼怪呀，要么追守墓人，要么追祭司，要硬碰豹哥的击球手吗？哟，我有点晕车呀，兄弟，你这车开的。找到调酒了，晃飞轮，哎，飞轮其实 CD 没有好，其实飞轮 CD 没有好啊。刚才那波巨上的话节奏其实不差的，现在的话带的是移形，这边调酒师飞轮交掉，好打一句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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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狂开了技能，这边移形压住位置，好把人往回赶，下一个巨六秒钟，调酒师这边的话应该是走不了了，除非击球手过来，有没有拉锯击球手，哎，难受了难受了难受了啊，这一句没打到的话就晃球，哎，这里击球手这颗球有点东西的，这颗球是预判了你会晃我一下，再根据打中，好的，球者的密码机其实不算快，但是由于这边调酒师还有酒，击球手有飞轮有球，只要哎，击球手没有保吗？没有保的话下一波去赌一手晃倒，可以有地下室，这波我觉得击球手其实可以继续过来保的，击球手没有保的话这边就有点亏了，有守墓人其实不需要挂地下室，直接挂上还行，真还行，这个击倒节奏它不算是那种很大的劣势啊，你只能说不优，甚至我觉得都还好，对吧，我努努力挂飞一个，当然球者外面操作性还是蛮大的，因为这边哎要追双打，这么凶，不是这个双打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过分呀，因为外面是有祭司的，再补一个推进器，哦，有移形有移形有移形，因为带了念旧屁飘，哎，穿过头了，但是他的这个打法非常的凶悍啊，这个小丑大家记不记得，如果说看过我视频的观众，他就是我之前在视频里面讲的那个打法特别凶悍的那个小丑，就是之前我们观战的 S1 小丑，然后我跟他有聊过，他给我的原话就是现在这个版本不凶怎么赢，打的也确实够凶，哇塞，代表奇迹，对，这里有爆发，他有张狂扛击退，人放下还要打，哇塞大哥你是真的凶啊，这个小丑脾气很大呀，但是他打得真的好，能挂上的话这把赢面都打出来了，容我喝口水压压惊，一球断掉这个锯，穷者这边的话祭司打动过来救人，莱斯，哎，这个祭司还是有点难处理啊，现在手里面有推进器，但是二楼这块板子我没记错，绕过来上楼还是有点难，二楼这块板子应该还在的，这边求者状态是慢慢在调整了，然后呢调酒师手里呢还有一个飞轮，哇塞没打中，这波说实话有点亏节奏了，他中间一度打回来的节奏打回去了，哎，震慑击球手
但这个肌肉手其实现在过来打，我觉得打不了太多东西。慢慢运营三人开门战吧，慢慢运营三人开门战吧。求生者现在的话，击球手手里面没有球，小丑是有移形。小丑手里面的推进器其实不是特别多啊。这边的话，看到守墓人，一个铲子也行。过来，击球手是白板，飞轮没有好，看见小竹笋捡一捡，好压住这个点位，没有飞轮必吃一刀。硬核小丑，真的好硬核。就这个局面，有多少观众已经觉得这个局要崩了的？隔窗刀有没有？漂亮！哎，有多少观众觉得这个局已经崩了，小丑已经崩了的？我一度觉得这局已经没了。交移形，过不去啊，这距离有点远呐、再拉推进器过来，就是硬来。但这个洞处理不掉吧？跟过来，那边的机子在修。小丑这边因为技能交掉了，有一说一，这波移形其实感觉也不是特别能拖得出来了。开门战没有技能，趋向于一个平局，趋向于一个平局。落地跟，这波骗怎么说呢？这波骗的。把自己给带进去了，60秒的技能趋向于平局，趋向于平局，甚至有可能三人三跑。这里的话，小丑并不放弃啊，但是他如果不抓祭司的话，祭司万一有个大洞，穷者连个大洞，小丑是处理不掉的。过来找击球手，击球手这边是个交字起，但是他是满血，并且有飞轮，晃，漂亮。守墓人看见了，那边祭司在点门。这守墓人是一定留不住的，这守墓人有铲子的，交铲子贴，有了，可惜了一点。来看一下花梨魔法喵。求者这边的话没有打个什么空军什么的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支队伍呢，他们是 PDA 啊，就是他们这边求生者的话主打一个什么呢？主打一个就是输赢不重要，但是就是干。他们的一个打法呢，其实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丑是有点像的，非常非常的凶悍。这里两连炸有，漂亮，一颗五秒雷压住，然后这边两秒雷再连炸封这个口，但是病患这一手是预判到了这颗炸弹躲掉了，交钩进鸟笼吗？五秒雷再压你一手，这样的话邦邦有机会了，因为把人往里面赶的话呢，病患进医院就比较难了。那你在小房或者在这边的位置上面来牵制的话呢，相对来讲牵制的上限没有那么高。第二颗连雷有，好的，病患的钩子 CD， 咱看这一刀，但这钩因为交的比较急，所以说身位上面来讲，不过也还行，病患连，刚才那刀要是打中的话，这把我觉得邦邦赢面很大。但现在的话呢，这个牵制时间其实还是拉够了，病患三勾交掉，就这个病患现在倒地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。虽然说牵制的机子不算特别多，但对于一个病患来讲，他的牵制时间其实已经差不多是他的上限了。不好说，因为要注意一点啊，这个邦邦他是不带挽留的，就如果说这把邦邦带挽留，我敢说邦邦保平争胜，邦邦不带挽留，这个局还得往后看。求生这边的话其实操作空间是很大的，哭泣小丑勘探员都是能够拔高上限的。来一炸，这边打一刀再炸，遥控雷收谁？遥控雷他其实有点想要收这边的守墓人，但是当时大家注意，这个守墓人是目前或者说常年霸榜 S1 的一个守墓人，他的一个走位很妖，他往里面拐进去看不见邦邦，
这样的话选择挂地下室吗？选择挂地下室似乎是一个比较求稳的哦，没有挂。勘探员过来了，来镜头给到啊，豹哥的勘探员。这里守墓人状态一补，五五开吧，我觉得啊，不对，不是五五开，因为有一个点，求生者密码机有点慢，他们这把的机子有点慢。这里勘探员人救不下来，我觉得邦邦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多抓做准备了。医院，邦邦，找哭泣小丑，真有机会。这把求生者，说实话，他们的密码机确实有点慢。应该是前期有其他的调整或者安排啊，所以他们的机子偏慢。连炸有没有？勘探员这边有磁铁，遥控雷吗？这颗是，哎，这颗雷补中。勘探员的话，这边再一块磁铁封口，再连炸交飞轮，跟上来，磁铁只能弹，哎，吸吗？弹吧，弹一手，再补一块磁铁。那么这边勘探员飞轮双弹是已经暴露，针对这个勘探员是可以打的。好强啊，这邦邦！哎，这局有了吧？交移形打得凶，顶过去。这边丢雷，看，瞄了一眼哭小丑的位置，再回头。这样的话，哭泣小丑的机子、守墓人的机子全部被干扰到了，对吧？一个修不了，另外一个要去救人，赶过去。现在的话，再拦过来。再拦过来，然后打一波以后再回头吗？遥控雷，八十一秒的移形，因为勘探员这边是不带大心脏的。如果说能拖出移形，现在五十多的机子差不多，开门战可能移形 CD 没有好，但是打到后面可能会好，就看这波能不能针对刀打中了。一炸。针对刀有没有磁铁弹？没关系，我有雷，密码机还没好，密码机还没好。守墓人这边走了，妈没有，继续刚扛刀，扛刀炸炸炸炸炸，遥控雷没炸到，哎，磁铁弹开，那密码机要亮了，这波有点难受啊，这波有点难受，密码机点亮了，这勘探员居然还没倒，双方不愧是都是顶峰大佬啊。门再点22秒的移形，似乎要平局了。啊，哎，前面有地窖，走不了。平局，可惜，这一波如果说能够炸到一下勘探员啊。蜡像师，玩具商，守墓人，子弹加击球手，这个就非常非常符合我对于夜宵杯的一个预期，就是我希望的就是这种非常非常能秀的阵容拿出来，哪怕这个阵容的容错率很低，哪怕求生者这边可能一个失误他们就满盘皆输，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打，我就特别愿意看到这类的一个对抗。来看一下啊，这边的话要找阿花了。阿花是基本上他的子弹夹呢在前五啊，就是你在子弹夹榜上面在前五都能看到他的啊，每个赛季都能保持在前五。但是子弹夹六蜡像师是真的六不动，因为你对他照灯，他对着你喷蜡，对吧？动不动就把你还没照瞎他，他这边就已经把你定住了。你看，因为蜡像师的蜡，它的射程要比子弹夹的灯远太多，一个移形直接封走位。这边的话，队友机油手应该是要过来保了。豹哥，这里想要反向喷蜡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机油手这边掩护蜡像师这里，
有个飞轮的，他有个飞轮下来了，下来了，接手一颗球打，好的，给了一波身位，主要是移形已经交掉了，他这波是想要通过这个移形快速的完成击倒，但是没想到第一呢，身位没有拉的，身位没有贴的特别特别的近，第二点呢就是击球手过来了，没有这个击球手呢，说实话也击倒了，这就是四黑，这波打完要换抓了吗？哎，咱家这边不是大哥你半血，不追咱家，就找击球手，一个蜡块封住，好的，板窗应该，哎，这个板子没封住，85点蜡，还有个飞轮，这边的话，因为击球手交互快啊，还在玩，一刀。两台半多一点，嗯，其实还行啊，其实还行，因为这个击倒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你就感觉好像牵制了很久，但是密码击，哎，发现没有，它也不到三台，再加上这个击球手呢没有大心脏，不过今天真的，我发现这四个小兄弟。他们今天来势汹汹啊，打得真有点好，打一刀，这边击球手起爆发，拖应该是拖不了的，这波击球手飞轮我觉得不要交了，留下一波吧，因为这波飞轮交了也没什么太大用，他跟搏命是相重合的，丢个蜡块封机子，蜡像师应该是一个保平真身啊，蜡像师应该是一个保平真身，机子还是不够，但是差的不多。嗯，这边子弹家也过来了，不是，机子不修了，过来了，要保这个击球手。击球手手里没有球啊！哎，两个半血的人过来，不是，你们这个是给直播间送福利了。我觉得这波打的有点多了，有点多了，真有点多了，这波没必要吧？针对刀打中，好的，那再留一个。哦，不是针对刀，等会儿。我没看，我打中的是残家击球手交了飞轮，等会儿不是针对刀，哎，一刀闪现，这边守墓人想扛刀没能成功，那挂飞一个可以再挂一个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求生者这边的密码机不够，守墓人那台密码机可以压着那台机子打消耗，一个蜡块，这边玩具商的机子其实已经压好了，骗你过去的。守墓人这边10%的机子，底牌已经切成闪现了。当然这波闪现一切呢，蜡像师好像赢面已经很低了。外面的话选择重一起嘛。想一想啊，这个局求生者这边的话，三个人应该是都有大心脏的。然后呢，蜡像师这边开门战是一个闪现，如果有技能，他也是一个闪现。这边还在封，还要封一个蜡块，先封住，然后把人挂上。这样的话呢，人机同手，二阶蜡像师，人机同手。哎，他可能不挂人，把人放在这边。三家是个交字起。哦，挂到这张椅子过来，那边机子好像压好了，但机子压好它不一定能亮，因为这边蜡像师的一个蜡，它能将机子封住。三家也被迫绕回来，50多秒。三家没有交字起的，打一刀密码机，能亮吗？能亮，但是人好像救不下来，蜡像师没有挽留，这边玩具商居然有个搏命，追一刀没中，再打没中，很焦灼呀，这一波他要把这个玩具商先处理掉，一个蜡块先封，咱家是没有自起的，
守墓人有块怀表，那边点门，主要蜡像师他的一个技能已经切了，他如果现在手里有个底牌的话，我觉得蜡像师的赢面还蛮大的。但是哎 S 台子岸家的这个锁头啊，哎呦我去，难受啊难受啊，哎打不到啊，又要平了吗？三家这边还有一个飞轮，地窖在河对岸，没有跳板的话应该是走不过去啊。起热啦，平了平了平了，哇塞，哎，今天求生者没输过，哎，我们的三位开场嘉宾全是 S1 级别的。